中医很有意思啊，他讲啊，所有的皮肤的病都跟肺有关。我先介绍你一个肺点，肺点呢是在耳甲腔这个地方特别凹陷进去，好像一个漏斗啊，那个漏心的地方呢，我们称它为心穴，跟心脏有关。心的旁边这个地方就是肺，所以在这个肺的地方呢，压一压可以治疗皮肤病，可以调节呼吸系统，能够排除身体里头的毒物。第二个穴道呢，跟大家讲一个叫做风息点。在耳朵好，这外头这一圈叫做耳轮，耳轮上面突然突出那么一点，也就刚好在这个结节这个地方，这个耳轮的内侧这个点呢，就叫做荨麻疹点。你在这个地方刺激以后，你可以发现到你的痒啊等等就过去了，而且这个点呢又被称之为过敏区。了解到这里，你看很多的毛病就可以因此而能够治好，对不对？